我们先请这个浙江燕跟我们的这个我们声像系的好不好？哎，江燕，我先给你个麦克风。你先掉麦克风拍照，等一下，先拍照。媒体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浙江燕。刚刚这个 M 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你那么喜欢的品牌，它的创办人是这么年轻，是不是吓一跳？年纪这么轻，跟你差不多这样，对不对？他小我还不少呢。对，他其实蛮了解这个女生所需要的一些东西。他自己是园艺系的。柯佳燕，你自己，我们刚刚讲了很多，是为什么选择你当代言人？啊，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你会选择丹丹尼尔呢？当做他们的代言，你自己有一个想法吗？为什么？其实加丹尼尔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表达说，希望真的先用过产品之后。对。当然也是有被他们的一些理念有吸引。其中我觉得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没有负担的美丽。没有负担的美丽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听到就觉得，真的可以做到吗？还是一个广告词？后来你用了以后，你知道以后，你就发现他们不是玩假的，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在使用产品的那个过程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蛮成功的吧，他们想要做的一些理念都有包含在产品里，在用的过程是可以感受得到。你自己有没有最鱼肝女吧？对，鱼肝男。我们都是皮肤干的一种，对，尤其是我们常化妆，常化妆会导致哦，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非常舒服。你的皮肤状况跟我很像，对不对哈？我也是，对，但是我也是用加代用了2年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其实他们第一届的代言人是有考虑我嘛，对，他有拒绝他们的，对，我觉得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下一次男士代言人就找男士的代言人就是你的焦哥，然后要让我他的记者会要找我主持。互相主持一下哈。那今天因为除了角鲨以外，我听说因为我们像夏天啊，有这个就是我们看对，然后 lemongrass， 请佳燕那个选一个她喜欢的精油，然后让我们调一个。那有柠檬草，有葡萄柚，有佛手柑，然后还有迷迭香，你闻闻看，你可能闻闻看，看你想要加入你的角鲨什么样的味道。柠檬草它是一个非常 refreshing 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很有提神。你现在闻看，对，你闻看葡萄柚，葡萄柚有点特殊的味道，对，葡萄柚，然后我要加这个，你闻看葡萄柚，对啊，等一下你确定一下，你闻看佛手柑，真的吗？你闻看佛手柑，对，来这个先，佛手柑是他们加入在那个广东菜佛跳墙里面最重要的成分。我要加葡萄柚。葡萄柚是哈，试试看这个迷迭香，我再劝劝你，我再看别的好不好？强烈推荐你迷迭香，还是葡萄柚？葡萄柚第一名。那我们选择加入葡萄柚到角鲨，那我们今天后面也跟我们做好不好？对，因为这个角鲨本身这个产品是 Gardena 的一个非常明星级的产品，几乎所有人都很喜欢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那里面是没有味道的，加入葡萄柚的话就有特别的香气，因为通常是敷在脸上嘛。因为角鲨真的还蛮滋润，对不对？我就一般人可能会在冬天用，可是我的肤质我可以夏天也可以试。因为你的肤质夏天也是干燥的。对，也是干燥的。OK， 好。你刚做了什么？他把角鲨跟葡萄柚放进去了，这个等分是1:1吗？一点点不对。就是放进我们平常擦的那个角鲨里面。哎，你先给那个佳燕闻闻看，看那味道够不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他自己可以再加一点进去，好不好？还不够啊，颜色都变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这样子再换365次，就会有葡萄柚出来了，够不够？因为是天然的，所以它味道不会很重。对，所以你如果觉得还在需要一点，可以加一点。我觉得可以，可以了，会带来清爽。好，而且感觉好像很好喝。这样子就成立了，这是我们柯佳燕专用的葡萄柚角鲨，对不对？你们不会说葡萄柚系列的吗？会，就是今天限定这一罐，待会我们就线上直播把它变掉，对不对？好，佳燕真的对，真的耶。
上面有写柯佳嬿专属，还有、像这样子，它可以保持多久？要冷藏吗？可以说话吗？其实油类的话，最主要就是油类的话，它其实不需要防腐剂。那如果是一般的话，我们现场调，因为它比较新鲜，所以大家可以开封以后用6个月。那一般市面上很多产品，他说不加防腐剂，但是我们要告诉他，就是其实他可能是用了台湾法规或是世界法规以外的防腐剂，所以其实产品都是需要防腐剂的，只要你用的是定量，然后就是合格安全的，然后天然的防腐剂，那其实这样子对产品比较稳定。你要告诉他说我没有用防腐剂，其实这样子是对的观念。但是我们绞杀里面是完全不含防腐剂的，对不 对 ？OK， 好。OK， 好，掌声鼓一下。谢谢。这一罐就送给这个嘉嬿，是你专属的葡萄柚的，还是送给人家比较好？对，送给你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。那再一次谢谢柯佳嬿，有没有？